韓國美妝品牌 BT 最新的 collection 啊，咁早前咧，佢哋就同韓國嘅男子組合 BTS 合作啦，就設計咗咧宇宙明星 BT21 嘅 collection 啊，咁今次咧，佢哋再次咧 crossover 啦，就推出咗 Art In collection， 咁所有嘅產品咧都非常之得意噶，大家睇下佢哋嘅包裝，好得意，有就佢哋咧嘅宇宙明星嘅喎，咁佢哋咧今次咧 collection 咧最得意嘅咧就係佢哋呢一個。純妝的組合，你看到裏面有九隻的顏色，全部都是用紅色為主調的，有橙紅、粉紅、棗紅、啡紅等等的。另外我覺得他們的眼影方面都很特別，他們推出了這些 liquid 的眼影，首先想示範給大家看，我就選了一隻淺啡色 beige 顏色可以做 base 的。我會首先放一點在隻手上，然後就可以用手指咁樣搽喺我哋嘅眼皮嘅位置，咁就做咗一個好 soft 嘅 base 嘅。咁通常咧，用呢一啲 liquid 嘅眼影咧，就比較持久啦，好啱咧我哋夏天用噶嚇。咁你見到喺顏色方面咧，都好啱咧我哋亞洲人嘅膚色嘅，唔會太深色啦，都好 natural， 係啦。好 soft， 好容易上色，同埋好滑啊！好中意佢嘅 texture 噶。好啦，咁啊做完呢一個 base 咧，我就會咧揀佢哋嘅 eyeshadow。其實佢哋 eyeshadow 咧呢一個盒嘅包裝都好得意噶。咁佢哋咧每一盒咧都有三隻顏色嘅，俾你做到一個 smoky 嘅效果啊，同埋做到 highlight。咁我都係會用手指咧可以做到一個 soft 啲嘅感覺。係啦，咁我就會用最深啡色嘅咧掃上去我呢個眼窩嘅位置啦。然後中啡色我就會掃在眼頭的位置，很簡單，我們用手指就已經可以化到這個很 natural 的妝。而它這個閃粉我就會掃在雙眼皮這個位置，可以做到一點 bling bling 的效果。當然我們都可以用這個做鼻影，令到我哋整個眼妝咧都立體啲嘅。好，咁然後咧介紹一下佢哋嘅唇彩筆啦。有幾隻粉紅色嘅，咁我揀咗一隻咧鮮粉紅色。你見到咧，其實咧好容易咧就上手嘅啦，因為咧係好容易畫啦，質地咧非常之好嘅。咁我就會揀一隻桃紅色。的唇油，唇油就比較持久一點，還有顯色度比較高，味道都非常好，很 fruity 的味道的。好了，你看到這隻顏色是一隻雅致的顏色，但是搽了上去一點都不乾。好了，這個全新的妝容就已經完成了。